有有，好，他变食物了，对不对？谢谢。那喵花大怪物是个厨师吗？哦那我可以出门吧？他出门？等一下，故事线段吗？等一下，不是，等一下，好乱哦！我要先讲一句话。等一下，我们都不能再这样子，你再这样子，故事超难接的，每个人都在审问，变成审问大会了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你没有这样子，那个人就把故事全部讲完了、欸。没有没有，讲合理没错，但是你们刚刚全部都在审问，这样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这样太乱了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公司呀，不是我们要问细节啊。没有没有，你们刚刚根本就是在完全在审问犯人，我觉得这样不行。杰克，你可以讲说他用不知道什么方法让哈基失明，或者什么，或者是你说用手指头什么的，你要讲清楚，你不能说。主管就失明，让他失明这样子，哦，对的，哎，对吧？反正等一下，等一下大家门走过来，反正等一下大家不要再那么夸张了，OK？ 啊，然后是深陷哪个部分不懂？没有啊，就是你走出那个门啊，你继续，那就是怪物走出那个门啊，把、嗯、就是已经把王子处理掉了，嗯啊，然后、嗯、就是没有人知道王子最后的去向了，知道。啊可是王子是男的，他是女的耶，哈，这好分哦。对啊，不行，这好分，他是女的哦，所以就一切回归正常了嘛，对不对？一切回归正常嘛，没有故事线到你才能出结局卡啦。对啊，你的食物怎么出来的？没有，刚出完啊，他变食物啊，不是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啊，他说是把它处理掉，他也没有说是食物啊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怎么接？你的故事要自己接啊，你没人可以接啦、啊，这样我就抽一张啊。嘉宾好，来质问团团了。质问团团，啊，什么东西？他接不下去了、啊。你要出什么？他接不下去，因为他是女部的他，所以是怎样？就是哈基在里面被那个喵哈怪物戳瞎之后呢，嗯、然后从这个门走出来，所以现在外面是有。诶，团团公主跟那个喵哈怪物在门外，嘿，里面有个尸体在里面这样子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尸体，是哈基尸体，哈基，所以哈基死了，哈基死掉了，哈基挂了，处理掉了，对，到底为什么戳瞎会死掉啦？对吧、啊？流血过多是不是？所以他想一下哦，他是死掉嘛？还没有死就的，已经死了嘛？被处理掉了吧？处理掉了，所以他。哎，我问一下哦，所以如果他在讲故事的途中，我是要中断塔开，他也中断塔，我其他卡不能出，对不对？其他卡除非是他讲到，除非他讲到关键那一张卡的东西。所以他们刚刚才一直在那边问啊，还在拐人。可以呀、啊，我就不知道啊。对啊，看你拐不拐、啊，就是问的超夸张的。好，那现在是喵哈怪兽跟团团公主嘛。对，哎、欸，那我可不可以换一张物品卡？因为我刚刚食物被大家知道了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这没有那没差，那没差。其他卡不知道，你可以拐到食物去啊。对对对对对，但你没有卡了。可是我两张卡你们都知道。多说啦，继续啦，烦死了。好，然后呢，他们两个呢，哎、欸，就走着走着走着，对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就这样子，明明就是走，明明就是一个公主跟一个怪物，但是呢，哎、欸，就是童话故事就是这么的奇妙，所以他们两个就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就一起走在路上了。然后呢，走着走着走着呢，哎、欸，经过了这个沼泽，哎、欸，经过沼泽之后呢、嗯，再往前走呢，突然发现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呢是一个，对，是一个小花园，上面有一个小凉亭，那在那边呢。他们呢度假小屋相遇了一个很妙的生物，什么生物呢？这个生物呢，欸、是、我们的隐月小蝴蝶，对，隐月小蝴蝶，小蝴蝶了，小蝴蝶，对，隐月小蝴蝶啊，隐月小蝴蝶，对对对，所以我的小阿飞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，拜拜，感谢超级留言。你可能问一下其他人，对对对对，啊，那这个隐月小蝴蝶呢，一看到了这个喵哈大怪物跟这个团团公主，就是对着喵哈大怪物说：“哎呦，好久不见啊！这是距离上一次我们见面已经是很久很久了啊，久违了，久违了，久违了。”哎，然后我要来中断你啦，好好好，会说话的动物对不对？怎么出不去、啊？怎么出不去啊？F1 F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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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啊！你干嘛、啊？去了排队了，排队了。哦，所以隐月小蝴蝶开口说话了。
怎样？这故事说好久不见。我现在是那个团团公主跟喵哈大怪物对，然后陨月小蝴蝶，然后还有陨月小蝴蝶，对。嗯，啊啊。然后喵喵还在整理，还在整理，还在整理。对，喵哈非常的快乐的对着陨月小蝴蝶说：“啊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长得还是一样丑啊？”好难过、哦，你丢错地方了，你丢到哈基那里了。你是转到哈基的视角去？你说对谁说快乐？对陨月说很丑。哎、欸，我们到前面那个城市去叙旧叙旧吧。然后喵哈大怪物。大怪物超像，不然的话大怪物就跟着陨月小蝴蝶，带着团团公主来到了前方的城镇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哦，团团公主竟然在这城镇设下了陷阱，把喵哈大怪物给抓住了。于是，那他死了吗？于是团团计划得逞，他。拿回他手上的武器，踏上了旅程了。啊，可能公主本来武器吗？哎、欸，这是人不得他哦，这是人不得他、哦，是人不得他哦，还是人不得他、啊？是人不得他、哦。那个，还是你要这样？你们两个换卡片好了。反正公主撕下了衣服说：“其实我是男的。”然后他打下。很会，好硬哦，太硬了，很会，很硬的，转好硬哦，不行啊，他没办法，就一个男不他，我能怎么办呢？我撕下衣服变男的，其实他是男的，因为从小他们就说，因为那个体弱多病，所以要装成女生，所以他其实一直都是男性，所以他才会想要把哈基王子给干掉。才可以争夺王位，有没有？你还不如说他一把头发，然后扯开说，哈哈，其实我才是哈基王子啊！当然，全都变男的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喵哈哈啊！你刚刚是说被发现吗？发现没有啊？哪里？没有啊？你刚刚是不是讲发现？发现。他想要发现这个词吗？发现他是男的。发现没有啊，他就说其实我是男的哦，好，因为我想说，如果你讲了，我发现其实是男的，我有个发现啊。你要怎么发现你是？你会发现，哎、欸，我原来我是男的、啊。其他人发现原来公主是男的，被发现，他也发现他原来是男的，真的。国王在我手上，国王在过年，又国王都找不到。哦、这次的故事线有点乱哦，很乱，我的超乱的。这次乱到爆炸，因为第一场嘛，先让哲平知道怎么弄，还有陨月也知道传射过来。欸、上次陨月不是玩过吗？没有，上次陨月不在，上次陨月没参加，为什么连结局卡都轰得进去啊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你要重弄。哦，有好结局跟坏结局，又翻了，又翻了。哦，换桌子，没换桌。哦，我要重读了，天哪！我觉得那个喵哈怪物看着雨月很开心的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好丑、啊，超过分的。”哎，忘了，等一下我先收回，收回，忘了洗了。我、哦、靠，会是一样的，会是一样的，好难哦，是一样的。对，不要放错边哦，不要放错。没有，我的不一样哎、欸。啊，我也不一样。没有，这个是我们六张、七张是大家，就是最上面那几张大家会抽到的一模一样。哎、哦欸，有一些没洗到，好。54张吗？嗯，哎、欸，是54张吗？管他的，如果拿到的再输了，对吧、啊？好，为什么又是这个？不是可以放大卡片吗？哪一个键啊 ？Auto，Auto，Auto。哇塞，我的结局好难哦。哦。所以刚刚是、哦、啊，刚刚是哲平对、啊，喵哈赢嘛，然后哲那个什么杰克先讲了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换。啊、不然先换那个啊，换陨月啊，陨月没有那个。嗯。你起头比较简单。起头最容易、嗯。对，起头比较简单。哦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我想想哦。嗯。好。嗯。好，先从小偷开始好了。
什么小偷？我来想想哦。这个嘛，那就来个折屏小偷好了。小偷猫。好，我今天开始就去偷你钱。偷吗？小偷折屏。哎，小偷折屏呢？他自己本身啊，是一个有点丑肉的一个小偷。好可怜哦。你歪了，还没嘛。但是呢，他很有智慧，所以他是一个很睿智，但是有点丑陋的一个小偷。我觉得这样没有比较好，这样没有比较好。你很聪明，可以啊。好，可以。等下你准备收尸吧，你啊。然后呢，他其实有一个秘密啊，在一个知道怎么接啊？糟了，知道怎么接上去啊？如果你不会接的话，可以说轮下一家，然后抽一张，然后你就抽一张。我现在是看看哦，这是一个人物的塑造而已，没有，现在只是人物塑造，对，一个秘密。他有一个秘密啊，藏在一个某一个岛屿的上面，但是那个秘密是什么？什么秘密？秘密是？什么东西？就是秘密啊，秘密就秘密，没有、啊、什么秘密啊，不能说了。东西，他还在想那个秘密的秘密，还是咒语，还是什么咒？还是什么？对，还是什么样什么东西？你要讲啊，秘密，秘密这两个字，大秘宝吧？秘密的东西是宝物还是咒语还是诅咒事情的之类？还是秘密的咒语？还是秘密的什么？对，秘密的秘密，他的秘密应该是名词吧？对啊，可是也秘密。他这个是形容词啊，他的是状态。哦，那要补充一个名词。对，小雨赞哦。他有一个秘密的宝物。哦，宝物是好，这样可以了吧？没有宝物，好，可以，他就原来没有人抽到宝物卡。没有人在那边看。他有一个秘密的宝物呢。埋藏在一座岛屿的位置。那一座岛屿呢？人家说，我改一下，他有一个秘密的宝物呢，本来是想要埋藏在一座岛屿的位置，但是那一座岛屿呢，近期因为台风的关系，所以风暴有一点大。台风是怎样？风暴有点大，所以呢，他们决定啊，更换谁们？谁们？他不是一个人而已吗？就是他而已吧，就泽平而已啊。就折屏小偷，可恶！最后他是猛怎么办？啊，那不是谁讲的？掰一个人，掰人哦！继续掰一个人出来啊！继续掰，再掰一个人啊！对啊，松饼怪物啊，松饼白马之类的。那折屏小偷呢？跟他的老婆奶奶啊，鸳鸯大刀，鸳鸯大刀。他们本来呢是要把一个秘密的宝物呢埋藏在一个岛屿上面，但是呢因为风暴的关系啊，所以他们决定啊更动地点，让这个宝物呢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，不会在岛屿上面，这样子他们没办法过去埋藏这个宝物。等下手全部遮到绝技卡，你看奥头，你看奥头，奥头按奥头，奥头。他怎么收回去？我怎么收回去？我没动啊。好。然后嘞，没了，算没有了，合理了，我没有了，一切好像结束了，回归正常。哇，这个故事好短哦。不是啊，风暴，然后嘞，什么叫做？因为没人质问他，当然可以，就让他的生活什么都回归正常，因为他把这个宝物藏起来了，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宝物的位置啦。他老婆知道啊。把老婆杀，这是他们两个那个事情啊，他们的事情啊，好牵强哦，有点牵强，因为超牵强，应该是要有个什么东西混乱还是什么，然后这正常才对啊，因为这有一种故事还没开始，然后就结束了，对啊，而且有头有尾，没中间到小偷的那个。小偷没有目的，你只是想要骂我很丑而已吧？我懂哦，我懂你要表达是什么意思哦，不要以为不懂哦。抓到了。因为这故事，我帮允月补一下，这个小偷以前他曾经偷了一个宝物，然后后来他非常的后悔，觉得这个宝物还是想要还给他，结果后来那个地方就是风暴，然后最后他等到那个事件结束以后，他把它更换了地点。好像也是怪怪的，对啊，都后悔了。因为是更换地点，不是还回去。对啊，这倒不如讲说他们在一个岛屿上发现了一个秘密，
可是他是小偷哎、欸，他小偷要怎么游、啊？可以啊，还是可以啊。小偷也可以去旅游啊。对啊，小偷也可以遇难啊。偷一天啊，在某个岛上发现了那个 Himiko 的秘密哈，秘密东西 Himiko 这个东西呢，在那边会产生风暴，只要这个东西移位了之后，这个就是风暴就会平息，所以他们跟动的地点把这东西拿出来。所以一切事物就恢复正常哦，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可以可以，会白哇，哈基帮雨月，等等等，哇，多年啊，可以可以，加分多加一分，嗯，我这个其实好像没有很好接我的牌。我的牌完全跟我牌跟那个特色完全跟那个罪犯完全没关系，我完全没办法，我完全就是那个长发公主啊！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怪物高塔，然后坠入爱河，骏马，对啊，嗯、对啊，放进去，可以接啊，你是童话故事标配、欸，放回来，放回来。不要再说谁丑了，好不好？换别人，好不好？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好多抽到丑的一张卡哦。啊，这个没办法、啊，可以不要人头啊！不要他说你是很丑的蝴蝶，干我什么事啊？哎哎哎哎哎！哦，又要重按了哦！我要坐在电话打回。